嗨，大家好啊 ，Hello， 因为我火鸡咋啦？今次咧，突然之间好心血来潮，想同大家拍条片，咁咧，但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想讲咩噶，你睇我而家都唔知道自己想讲咩噶，突然间就想攞住部手机录低自己讲嘢咯，冇内容嘅，删条片。如果咧你觉得咧冇内容想睇咧，而家可以即刻停咗呢条片啦，然后拜唔睇噶。系啊，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想讲咩嘅，但系好想同你讲啲嘢咁啊。话说其实咧，大家都认识咗火鸡仔一段时间啦，系嘛？有冇啊？八月、九月、十月，都差唔多三个月噶啦，系咪好开心啊？识到我呢个咁高贵嘅女神。你唔好话，虽然咧我系咁高贵啦，但其实好多时候同你冇得咁一样噶咋。你哋咧有时喺我啲 video 下边留言咧，其实好多我都有睇嘅。有啲人会觉得呀，火鸡仔好闷啊，嚟嚟去去都系咁。可能系你哋对我嘅 expectation 太高啦，话我但系正常噶，同埋我成日都会咁样觉得噶。好难，我好难去话特登为咗满足你哋冇得咁咧，我就特登走去做好多你哋我做嘅嘢嘅。有啲人都话，见到啲片啊，条仔咁条条都系咁，觉得好闷。咁都冇办法噶，其实咧。我拍片都是拍得我自己的好低嚟嘅啦，同大家分享嘅啦，我啲睇法啲谂嘅嘅嘢啫嘛。你知道我都不满嘅嘛，成日都拍出嚟闹啦。同埋我见到好多人留言会话，听你把声真系好烦啊，我真系啲唔开心嘅。其实我把声不嬲都系咁噶啦。如果你真系觉得我烦，如果你真系觉得我把声好，我把 friend， 如果你真系觉得我把声，哎呀，仲系讲错嘅，点解？如果你真系觉得我把声好烦、好尖噶，咁你咪唔好睇咯。你做咩去睇又闹啫？典型黑暗系咁噶啦。所以大家咧，其实我心情都愉快噶，因为咧，至少你都会睇啦，就算有人留言会闹，咁 at least 你都系睇紧我嘅 video 啊。其实咧，你承认下啦，你都系比我咁吸引嘅性格 ，attractive， 好 attractive 唔系吸引咗系咪 ？attract 咗啊，系咪 attract 唔系 attack 攻击 ？attract 吸引系咩？吸引啲咪咩啦？突然真唔记得，唔紧要啦，唔记得都唔紧要噶，唔记得都唔紧要噶，其实冇乜所谓噶，忘记了不要紧，忘记了不要紧。所以咧，我告诉你，现在我这条片子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我真冇谂法完全，我 roll 个机就咧乱谂住乱讲啦，真啲讲咗。我成日都系咁样噶，所以咧而家咧我拍条片咧，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噶。见到把手咪攞嚟梳下咯，不过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即系唔系话啲咩噶。有咁多人咧咁中意我啦，佢成日都留言我，留言啦，睇我嘅友啦，有好多 idea 会成日咧都send信息噶。其实我有睇噶，不过咧有阵时真系复唔晒噶嘛，系咪？嚟紧其实我咧都打算咧会拍啲 video 咧，带大家咧出去跟我出街。其实咧我都冇乜点样带大家跟我出街噶，有跟我做 facial 啦 ，line line beauty beauty line line 系啦，突然之间想发啲唔知点解，我谂住啦，都想出街拍啲 vlog 噶，你知道啦，好多人都问我火鸡仔可唔可以拍 vlog， 我想睇你出街系点啊，如果你出街嘅话，侧边啲人咪当你发癫，当你系癫噶，我心谂唔会啦，其他嗰啲人咧会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个女仔咁有自信，同一举一动都系咁有魅力噶，魅力在肩上啊，지금我하고있었는데혼자춤을췄네춤을가는면은전혀내부도其实啲韩文系跟 Yankee 学噶，咁所以咧就带大家咧拍啲片啦，唔系带大家拍啲片，系我拍啲片系拍啲 vlog 啦，可能带大家跟我出去啦，睇下我平时喺街嘅生活系有几咁吸引啦，我都唔希望咧，你哋会觉得闷噶。咁我都明白噶，其实同一样嘢做十次、做一百次，总会有一次会闷嘅。但系问题系，如果你中意嗰样嘢咧，你始终都会 keep 住做嘅。只不过可能模式变下又点啫。所以咧，我火鸡仔系依然会依我嘅风格、依我嘅 style 做我自己中意嘅嘢噶。系啊，咁如果你哋唔中意都冇办法嘅。咁但我都会努力嘅，因为努力做啲好睇嘅嘢啦，拍多啲好睇嘅你中意嘅，同你大家分享下啦。但系咧，唯一一个我好想要求嘅就系，大家真要分清楚火鸡仔同 Yankee 系两个嚟噶。我见啲留言咧喺度问，其实咧唔好再问我啲关于 Yankee 嘅啦，我咪答唔到你。我都未 Yankee 点答到你嘅啫。你问我董宇华啲嘢，董宇华啲嘢我答唔到你。咁咪董宇华，你唔问周杰伦啲嘢唔问噶嘛？点解系咁攞啲特首嚟做例子嘅？好敏感嘅，你话成日都系唔讲啦。所以咧，而家都冇乜嘢噶啦。我而家条片都录咗几耐，我都唔知。将呢啲成日话我讲嘢唔好快噶，冇噶。其实咧，点解要讲得咁快咧？就因为我想睇你哋睇我条片嘅时候可以集中啲。如果你睇唔到啲片嘅时候咧，唔紧要噶，因为你睇多啲嘅话咧，你就可以令到你嘅训练耳仔啊，训练你嘅耳仔可以听得快啲。同埋咧，你睇啲片，你感觉成日都会精神紧张噶，系啦，好正常嘅。因为我讲嘢真系比较快，点解？因为我个人比较心急，比较心急。所以其实呢排都开心噶，未来咧我成日都会拍好多嘢噶，咁希望你会中意睇咯。系啊，咁有时咧喺街有啲人见到我火鸡仔咧，都会叫我噶，都系嗰句啦。如果我唔理你咧，你都唔可以闹我噶喎。因为有时我好赶时间噶嘛，赶住去啲地方，你知道有咗 friend 要食 lunch 啦，又系 high tea 啦，又做 facial 啦，又去买衫啦，好鄙视噶。不过呢排嘅我，但呢排嘅生活我都真系开心咗好多噶。你睇下成条片拍到而家，我都系乱讲嘢噶喺度。冇啦，就系突然之间想拍条片去同大家分享下，突然之间唔知道有啲咩想讲，但系又想讲下嘅嘢噶一条 video 啫嘛。系啊，仲有之前我拍嗰条 PPIP Pan Pan Apple Pan 嗰条片啦，我其实我都冇谂过特别话要好多人睇，所以我先拍噶。因为个前一晚即系咁啱啱开始 hit 嗰日咧，我就见到好多人都拍，咁我火鸡仔咪拍埋一份咯。有啲人问我嗰条壁虎系咪真噶？梗唔系真噶啦，你点当我咁黑 core 咩？系啦，系假噶。不过咧，我中意佢，成日都系当佢真咁样噶。你唔觉得好 tiny 好大啲，可爱可爱可爱哟，真系很可爱哟。系啊，点解啲台湾女仔咧讲嘢就可爱噶？点解咧？因为之前我去台湾嘅时候咧，他们全部讲话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欢迎来这边啊。咁样嘅，我火鸡仔唔系咁嘅，火鸡仔咧，你都睇好高贵。其实有阵时我讲啲好 rude 好 shallow 噶，不过唔紧要啦。其实咧，到
目前为止，我肯定十个睇我嘅人里边有九个都真系未完全了解到我火鸡仔 Turkey Sister 嘅性格，真系个人系点嘅。大家可能对我都好多误会，但唔紧要，我信心会令到你慢慢了解到我最真实嘅火鸡仔系点样噶。好啦，我唔怕咁多啦，我讲咁多咧就会变得好沉噶啦，同大家讲啦，同大家讲拜拜啦。